会干嘛呢？你的父母和我跟卓卓只能选择一方，另一方永远不见，你会选择谁？这偷偷摸摸的要去哪儿啊？有点急事儿，车主要是问，就说我试车去了。回来，大哥，这都什么时代了，咱能低调点啊？图个吉利。哎哎，这他妈是宾利。一般男性不育啊，都是因为水多鱼少。你看你这个鱼多水少，你看这活跃度啊，这数量生十个八个没问题。行啊，回家吧，你好好整啊。不是，我没毛病，
我老婆年年检查也没毛病，那就是怀不上，那是什么毛病？这个不好说啊。一般呢要看排卵期内夫妻生活是不是做到了有质量啊。挺有质量的，反正我们俩挺开心。你说那质量跟我说这质量不是一个质量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比较多的叫免疫性不孕，这个也比较常见。什么叫免疫性不孕啊？自己百个度，谷歌哥查查去。谷歌上不去吧。下一位，柳林。哎，来了。哥们儿，你要跟我干杯呀？给谁呢？给护士去。雷煎饼，让大明星认出来了，荣幸荣幸荣幸。好久不见啊，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饿了吗？回头一看，哟，这不是我们学校校花吗？这都伺候你的。行了，以前在学校我可没发现你有这么一个样子。卓姐，车堵路上了，还没到呢。怎么就堵路上了？去啊，不是说好了下午3点录节目吗？您别着急，我去催催。哎，这事儿我打车，没事，让他们自己处理吧。我送你吧，一脚油的事儿。你车停哪儿了？这儿呢。这你的车，嗯，行啊，混得不错啊。上次往下走，我不管你们了，谢谢。刘老板车呢？不在呢。在哪儿呢？就在外面呢吧。告诉李老板，我的一分钟跟你们工人的一分钟可不一样。你先坐，休息一下。坐什么坐呀？什么环境啊？就坐呀？跟我开什么玩笑？我跟我那些工友说认识你，他们都说我吹牛。工友？工作上的朋友。哦。你结婚了吧？你怎么想着问这个啊？没敢想。你着急啊？有事？没事。你就是眼光太高了。你要是想找，有钱的、有权的，什么样的找不到？有钱有权的好找，找个有心的难。我呀，我是说上学那会儿。上学那会儿，咱们俩说话就没超过10句吧？16句。你出国前，我原本想送你本书来着。书？对。什么书啊？那本书叫……哎，就这儿，就这儿，拐弯，拐弯，拐弯就到了。刘小姐，里面都准备好了。开他妈这么快干什么呀？什么意思啊？
我车试乘试驾，开着我车兜风，你抽风。出去磨合磨合，我怕有什么问题。我看你有问题，你自己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不是我瞧不起你，你看看你胡子拉碴的，你万一把我车磕了碰了，你赔得起啊？你拿命赔啊？说话就说话，别指指点点。闭嘴！我来呢你，我来摆门，哎呦，像套房吧？哎呦，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洗澡的时候撑一撑，别干那些与自己身份不匹配的事儿。听见没有？怎么哪儿都用毛领啊？啊！我说你干嘛呀？你要干嘛呀？你想干嘛呀？老板，我告诉你啊，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你所有的客户全部跑掉。实在整不了，回头我大力整顿啊！你还成精呢？小心，走。哎，小乐，没事吧？嗯嗯，哎，我以为把人车卖了，我碰上卓艳妮了，送了她一趟。刚才那老娘们怎么说来着？别干那跟自己身份不匹配的事儿，啊！他还是一壶味儿，再有味儿，他也不是你。屁！医生说了，我生十个八个都没问题。又来了，你说哪次办事我没配合你？我说的不是办事，是生孩子。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我也很痛苦，我也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我只是不想让你跟着我一起难过。我替我自己难过，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简直就是他妈自娱自乐啊！我瞒了你是我不对，不是瞒，是骗。你这病是不是跟其他男人打胎落下的？你说什么？我说你这病是不是跟其他男人打胎落下的？你这做贼心虚，我就是贼，就是他妈做贼心虚。赶紧给家人打电话，让送钱来。他们的爸爸
多少钱啊？在这个事情里，可能是黑中央巡视，也可能是金中央巡视。在同一时，没多少钱，两盘子菜，一碗面条。出生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狮群里是一个福气。这个大狮群是一个高效的捕猎群体，所以有时很少挨饿。老爷子吃饱了吗？来喝酒，暖暖身子。您身上没钱，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你是谁呀、啊？程总，我是刘崇焕。你没事吧？休下我上。不用了，不用了。程总早，哎，程总，刚才是你打的电话？是啊。Attending a lunch meeting with Mr. Sin of Fanlu Group. And then at 3 p.m., you're gonna have the third project meeting with Zhizhen Group. 有什么吃的吗？以后我说母语。好的。小米粥、咸鸭蛋和榨菜吗？先忙去吧。好的。你是谁啊？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散会。我哎赵，嘿赵，我 talking to the air。 陈总，你叫 Lisa 啊？公司谁最大？您是指谁说了算？哦，当然是您啊。可以帮我拿点钱吗？要多少？2万。好的。哎，再帮我打辆车。打车？司机一直都在啊。我想自己出去。哪辆车是我的？都是你的。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爸，爸，妈怎么了？爸，哎，爸，哎，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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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子，毛驴呢？谁？毛驴。谁是毛驴啊？你找谁啊？毛驴，毛驴，你有你不开车的吗？你干嘛呢？老板，毛驴呢？什么毛驴不毛驴？这修理厂不是菜市场。我找毛大力。你早说张老板，我们老板在办公室呢。哎，你干嘛去？哎，站住！爸爸，呜。你就不怕三哥卸你条腿儿啊？哪条腿儿啊？王林，我妈怎么回事？哎，不是，等会儿，仨庄，仨婶，你他妈谁呀？我成天乐，我怎么管你成天乐成天哭呢？我他妈傻是不是？妈，弄出去，把他给我弄出去！王林，给我装孙子谁？你说谁？你他妈说谁装孙子？他妈说我装孙子，把门给我关上！靠的嘞！这是谁呀、啊？哪条腿啊？嗯？眼睛，眼睛，注意眼睛！哎，来吧！哎，您找谁呀、啊？不找谁。你等会儿不找谁，你干嘛呀、啊？这怎么了？天乐，哎，不认识。这是我大学同学程天乐，请进。锅里还有菜呢。啊，哎，请进。妹妹，叫叔叔。叔叔好。哎，你好。不是生不了孩子吗？还不止一个。你说什么？啊，我说。妹妹画得好，你怎么找到这儿了？知道你住这儿，上来看看。哎，哎，
意思呀？什么意思？我大学同学好久没见了。初恋吧，久别重逢。你别来劲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今天扶贫去了。程总，今天带了什么？还是老样子？对，老样子。好的。怎么了？这么看着我？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太美了。你不是程天乐。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孩子，谁的孩子？你说谁的孩子？这什么意思啊？这我们的，我不可能有孩子，我这不是我的孩子，这不是你的孩子，还能有谁的孩子？闫妮，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这陈天乐，你没跟我开玩笑吧？这真不是我的孩子。我看错你了。小米粥可比我老婆做的差太多。您老婆？啊，我是说比我妈做的差太多了。哦，陈总，您还是别太伤心了。你知道我妈死了？她的后事不都是我来处理的吗？我妈是怎么死的？您父亲住院，他老人家送饭坐错了车，着急往医院赶的时候被车撞到了，送医院抢救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明总还念着你的名字。这些你都知道啊？那我的？您在澳洲度假呀。陈总，时间差不多了，
小米粥以后别再买了，太难吃了。程总你好，又见面了。巧了，太巧了。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年轻有为。我几斤几两怎么能入吴老板的法眼啊？您说笑了不是？言归正传，今天是个黄道吉日，祝我们合作愉快，大展宏图。合作到什么程度了？程老板，您不会是贵人多忘事吧？我们今天可是来签合同的。合同？对呀。什么合同？哪份合同？不是，开什么玩笑？这项目都谈了一年多了，你没问题吧你？哎呦，我。你什么意思啊？没意思。程天乐，你也太不像话了！你也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个，你信不信？一会儿我打一个电话，你的客户通通走掉。在这儿，你就别吹牛了。我成精了。你怎么又成精了？这张相片放大，挂在屋里。好的。过去我都送卓艳妮什么礼物？就那些东西呗。什么价位啊？只要她喜欢的。你从来不问价钱，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爸，妈妈吃了几十年了。对不起您和我母亲。行了，你忙去吧。我送您回去吧。滚蛋！滚！哎，这好吃啊，哪家的？这是我家的，我自己做的。谁娶了你，太幸福了，真。陈总，三南汽车下周的发布会稿子我已经帮您准备好了，记得要背好啊，上台就不能拿稿子。不，这我不行，还是你说吧。这不可能，我们跟至臻集团的合作无故终止，已经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了，这会使得公司的业绩下滑。好的。晚上的事别忘了。好的。陈总好。
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我总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望着你，也没跟你说上几句话。十六句。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在角落里偷偷看你啊。钥匙出国的时候你没有送我那本书，也许一切都不一样。真不敢想象。真的不想上去啊。孩子，别要了吧。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为你做了多少牺牲，你不会知道的。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还不能结婚。牛逼。我们的三能来自风能、电能、太阳能。风能来自风，电能来自电，太阳能来自钱都已经给你了吧，为什么不给程总啊？搞得程总在台上讲的什么乱七八糟，搞得公司形象都越来越差了。你们乱搞什么呀？对，扛不住了吧。我要回家。回家？你要回哪个家？回我原来的家。我妈没死吧？我要把所有的钱都给我爸妈。不可以的，这是有规矩的。那边有没有我呀？有没有人照顾他们？一直就是你一个人呢。我求求您了，让我回去。
陈总。老头呢？什么老头啊？你没看到有人出来啊？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要离开公司一段时间。现在公司这个状况，公司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了。可是，别废话，我只信你。好的。3785.3，你自己数。先生，你这都是假币啊？什么？这都假币？我这刚从银行取的。银行取的也是假币啊？怎么会呢？走，你不能拿走。什么不能拿？这是钱，你不能拿。这是我的钱，怎么回事？有假币。先生，先生，你不能走，先生。妈，天乐，哎，天乐，上哪儿去了你啊？电话也不动，你要了妈的命了，没事，妈，快，快进去，爸，快，坐那儿，吃饭，哎。儿子，快跟妈说说，这些日子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去了一个封闭的地方学习了。你不是被非法传销的人给抓了吧？没有妈，没有。爸，滚蛋！哎，
死了？你没死啊？你这人你都去哪儿了？啊，闷声发大财了。发大财也带不回来啊。人活着回来就行。我们以为你都被害了。没开除我。这咋说呢？这离不开你，赶紧干活去。啊。去哪了你？啊！你也以为我死了？我巴不得你死了。还以为你让人绑架，后来一琢磨吧，你说谁绑架你这样？到时候再砸手。这些日子，我忍。说实话，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啊？我去，真的假的？你不是这种人啊！啊，跟你说不明白，在另一个世界，我有人吗？去你大爷的！那边我是大老板，你呢？钢铁侠老板比老李强多了，还有一妞呢，把一妞呢，可骚的妞，那你还回来个屁？你直接把我们带过去啊！我妈死了，我不能没有我妈呀。我怕是回来，我不怕，我妈早死了。哎呀，这种饭店啊，就是他妈的穷鬼大乐园的地方，真的，在那边我根本就不去吃。说谁穷鬼呢？谁？说。哎，这就是你年丢，没事没事啊，这就是。哇塞，三哥，我根本不认识他们。走，喝酒去。他怎么在这儿了？他们不是借的吗？啊，默默，你不是看着我删的吗？我认识，我就说认识，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让你认识我，我叫三哥啊。哎，花儿啊，唯一不认识你就挨一顿打，挺他妈值哈。你几哥来着？哎，几哥来着？老板叫你啊，什么事儿？没，奔驰出问题。你还叫偷懒吧？我这叫偷懒吧？我他妈这叫头疼。我也不太清楚，你帮我检查一下吧。车怎么了？
Lisa， 你认识我？哦，客户资料上都有。瞎扯，人家是第一次来，这是摩尔登科技的修总。刹车是我有响动，你赶紧给看看啊。哎，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这回被外人车开走了啊。哎，这他妈车本来就是我的。喂，喂，天乐，晚上有事吗？没事儿。那你去吃个饭呗。西点 ，Purple， 上次还没谢谢你呢。不用吧。别废话，晚上见。没事儿，咱们一起逛街吧。那我先回去了啊。信看了吗？看了。尽快把手续办了吧。非得离婚啊？这话说的都没有底气。就这样吧，下个月8号，我们结婚的日子，上午9点。这本书送给你，那天没送成，没别的意思，就算物归原主吧。这位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样子。对不起，请问您是？这儿的牛排7分熟。哦，好的。一点小事儿，还请我吃饭？你不想跟我一块吃饭啊？不，不是这意思。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不是，这我要结婚了。是，要结婚了。还有点事儿吧，我先走了。天乐，我是卓妍妮，我现在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请在听声后留言。
喂 ，Lisa。喂，陈总。你知道周艳妮去哪儿了吗？我来这就是修车的，你相信我，我除了你我谁我都看不上。没错，嫂子，来坐这儿。三哥，你说啊，我嫌你那条腿好啊。三哥，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这啊，我真不知道这是咱三嫂。我要知道这是咱三嫂的话，三哥，怎么闹现在？三哥，不知这，三哥不闹了。在这儿啊？你认识我？当然了。你认识我？我是刘通的小弟，你他妈认识我？啊！您是陈哥，陈爷，你抽根烟吧。啊！陈哥，完美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完美，什么呀？啊？叫包美。我操！
到家吧。明天我安排。人死没死啊？我不知道。你开什么车呀？保时捷。你跟谁喝酒？和你。我去，这天他妈没法聊了。你撞车撞傻了吧你啊？这样，我替你顶。出狱时候见了。你等会儿。陪你一块儿去。这事儿你替不了。他为什么要打你啊？我不是在电话里都跟您说了吗？我真不知道，我是头一回见着活着的成哥呀。可这一见面，他好像就跟我有深仇大恨似的，使劲的抽我，抽得太他妈坚决了，然后就夺走我手里的棍子。你看给我抡的，抡成什么样了？打得我都怀疑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得罪过他。您别不相信呐，这地方我不敢打诳语。那个邱队长，以后你就别去了。我那可是夺妻之恨呐！你老婆不是在老家看孩子吗？老婆是老婆，媳妇儿是媳妇儿。我告诉你，成哥，你给我好好照顾他，少根毛，你少条腿。社会新闻：八号晚上，金岳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中一辆小轿车撞上了同向行驶的电动三轮车。电动车司机虽然只受了轻伤，但是肇事的小轿车司机却在报警后失去了。在这儿你不灵，好好吃饭。张哥，三哥，沙子，嗯，滚蛋！为什么呀？为这么一外人啊？这是我大哥的大哥，谁他妈是外人？哥呢？三哥，哎，别，你叫我小三儿就行。刘哥特意吩咐了，让我来关照您。上次对不起了。嗨，没事儿，应该的，应该的。
对不起你，我以为你不回来了，不会再见我了。你不会跟别人结婚吧？一直等着你呢，还有我们的孩子。需要说什么？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去哪儿？你不需要知道。祝你和他幸福。再见。隔三差五就回来啊！那边有什么好啊？那边朋友多，钱也好赚。爸，你滚蛋！
好了，别拉着妈妈，快吃饭，快去，有小米粥，快吃吧。不吃了，公司开会来不及了。那你还不早起？你喝什么？牛奶、橙汁。橙汁。爸爸，你不是说今天带我去游乐场的吗？爸爸今天有事儿，下礼拜带你去好不好？哼，上个礼拜你也是这么说的，我不理你了。爸爸，下个礼拜一定带你去啊。以后啊，做不到的事儿就别答应孩子。以后做不到的事就别答应孩子了。我还要吃一下这个。好好吃饭，快。开始了，可以开始了。上个星期，我们与至臻科技的技术团队旧型产品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定位做了两次分析会。在技术层面，目前主要遇到的问题有两点，一点是，哎，什么？哎，天亮了，情况不太好啊，要不你先看一下片子。我不看了，您直说吧。我特地给老爷子检查了两遍，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家老爷子能活多久？爸，休息。打不了几次了。前天医生给我检查身体了，两遍。您不会有事儿吧？知足了，你忙去吧。爸爸，爷爷去了哪里呀？爷爷去了天堂。天堂在哪里呀？是不是很远呀？那我们还能见到爷爷吗？走了，就剩你一个人了。都去哪儿了？搬走了。啊，咱们这片楼不是老化的厉害吗？报上去了，上面派人下来检测，说这是危楼，得赶紧拆。都安置完了，就剩你一个人了。天乐，天乐，你什么？天乐，哎，天乐。啊，你怎么今天回来了？走，回家。
爸爸这样也是个解脱。你还有我和孩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什么问题？你的父母和我跟卓卓只能选择一方，另一方永远不见，你会选择谁？我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不是选择了你们吗？如果他们还在呢？没有如果。房子能不能不拆？我不想搬。不搬可不行，不搬不成钉子户了。那什么时候拆迁？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吧。新分下来的房子可好了。天乐，干嘛那么不想搬呀？为什么？
敢面对着空虚，失去离去过去，总会打给你，听听你的声音，总是不放心。多年过去，依然还是惦记你。昨天昨夜燃烧冰冷的空气，无意有意识想起爱的你，看看身边所剩无几，想想昨日甜蜜相聚，心里牵挂放下有哪几，占据了半边，眨眼又闪回昨天，祈求许愿期待有永远。如果有完美世界，幸福能一成不变，定格在你我最美的瞬间。昨夜燃烧冰冷的空气，无意有意识里想起爱的你，看看身边所剩无几，想想昨日甜蜜相聚，心里牵挂放下有哪几，占据了半边，眨眼又闪回昨天，祈求许愿期待有永远。如果有完美世界，幸福能一成不变，定格在你我最美的瞬间。占据了半边，眨眼又闪回昨天，祈求许愿期待有永远。如果有完美世界，幸福能一成不变，定格在你我最美的瞬间。